男士，快让我进安全屋。对上暗号才能进。天王盖地虎，你是阿白虎。你竟敢骂我啊！错了错了，是宝塔镇河妖。回答错误，小朋友们告诉他下一句是什么。这么简单的暗号都不会，一定是僵尸。被发现了，我冲！老师，有僵尸追我，快让我进去。先对暗号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不写作业是好汉。老师检查怎么办？下楼去找奥特曼，嘿嘿，打不倒我。奥特曼飞得慢，飞到凌晨3:30。飞得不错，不过人类小孩都会按时写作业，你一定是小僵尸。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快让开，快让开！站住，先对暗号。什么暗号啊？Come on, 逆着逆着来耶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看，小朋友们都知道。再给你换个简单的吧。爱你孤身走暗巷。我的笔记上有，我找找。爱你不跪的模样。竟然还要看暗号笔记，还不快现出原形。糟了，我也暴露了。好多僵尸啊，快让我进安全屋吧。对上暗号才能证明你是人类。来不及了，你快出题吧。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你不能猜我的切尔西。回答正确，可以进安全屋。幸好我看了黑暗魔王的笔记。怎么又是你们？可恶的僵尸！老师，我们是人类，不信你考考我们。好吧，蓝色什么？红色什么？绿色什么？黄色什么？蓝色 blue， 红色 red， 绿色 green， 黄色 yellow。全部答错，玩刀射手，准备攻击。什么？小雪是学霸，怎么会答错呢？我让你们对的是暗号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！我先来，蓝色妖姬，红色风暴。绿色毒刺，黄色预警，我还知道粉色回忆，紫色幽灵。答对了，看来你们真的是人类，快跟我一起进安全屋吧。警报警报，安全屋里混入了僵尸。可恶，到底谁才是僵尸卧底？不是我，我对的可是最难的暗号。我看这几个小孩都是僵尸卧底。你才是僵尸呢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。老师，不然我们再来定暗号，找出僵尸吧。好吧，我来出题，你个老六，不讲武德。不讲武德？艾莎，你怎么学我们？哼，我才没有。好了，这次的题目大家一起回答。咖啡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。作业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冲冲。艾莎，原来你才是僵尸卧底。糟了，被识破了，快跑。僵尸艾莎，快给我站住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暗号你都能对上吗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